这里很有名哦，绿豆蒜很好吃哦，在金华街这边。这是从那个永康街走过来哈，或是三号出口捷运站走过来，你也可以找得到。那这边的那个布置也蛮可爱的，哦。蛮有那个气氛哈，都是一些公仔，这个就是电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台湾电动开始的时候这个年代的，老板就是这个年代的哈，年轻人哈，里面有很多口味。综合园地瓜，还有桂花菊木，还有绿豆蒜，然后仙草冬瓜奶茶，这就是它的那个项目哈，很好。人蒜不如绿豆蒜，绿豆蒜，你要吃好好吃的绿豆蒜，就要来金华街这一家，绿豆蒜。